加些头家婆都会结交这个什么。等到我感谢伊，我发现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大伟，你是不是想要讲，写作万条万，会知影定慧观设定这件代志？拄则你甲罗在英讲话的时阵，明明都无讲到定慧观说啥，写作伊会知影？安尼这件代志咪都足奇怪啊！我再讲，因两个根本都无可能会识识。我看你规矩叫名叫做陈立厚，你看这你来哦。我拄则发现万条万水平前的会馆时阵表情怪怪，所以我才挑过去替罗在英改为顺耍来试探万条万。真正的我昨日也买溜啊，我看若顺这个事继续查落去。凡是我能查到什么款的大弊病嘛，不会停。等，到需要我派人去调查。免啦，紧事赶办，线头啊，你话很好，唔差的。对，我交代你代志，安怎？已经拢办好势啊，台湾群岛的户头已经开好啊。安尼就好了，安尼刷来，咱就等你看好以后。曹爷，我乃感觉定慧观这个名，敢那实在实在。对一个洞门口中讲出来一个菜车名，你嘛听会心烦？我只是感觉真奇怪啊！我了在因连家己过去女朋友拢会认唔到，可有可能我真正甲伊女朋友生出小下来？算了。你想看卖啦？你两个若真正洗了相识，哦，以前都在兄弟头家阁真清楚的时阵，伊唔早都应该认着人吧？哎、欸，对吼、哦，你讲的重点嘛，可见真正想要想想济啊！哎、欸，对了，你是来接我的哦？那你我就直接坐你车上去啊！啊，车就叫你靠回电公司啊。Boss， 王姨领去冠军银行申请的青年贷款，银行竟然通过了。啊，本来是想要跟你做伙回去看情况啦，要不过现在我临时有事情，还是先叫你去再回去好啊。嗯。我也不知道情况吃饱没，对咱的查某囝。我的意思是哦，对咱的查某囝要较用心的啦吼。你放心啦。等一下哦，我会传一块好料回去，我一定好好给伊照顾。梁处长，我嘛会给夫人照顾好。把一个人作为家己人，对外人。伊一向拢足无情的，啊！不过伊竟然对一个外人吴金玉会这么威风，到底是安怎才会让爸对态度这么无同款？伊无可能是爸伫个外口的女朋友啊，哪有可能这么啊公开就带回来厝的？爸的态度。嘛，无参像是迄种关系啊。若要讲爱惜人才，我万海金融规公司一流人才遐尼多，伊嘛无表现出这种态度过啊。难道退伍金玉无共？难道参像是爸在照顾我，甲莹莹差不多啊？想袂到，这个查某这么高。一出手就抓到信贤跟阮爸，我真正袂当看轻你啊！我真正想袂到，还这么绝情呢！你拢艰苦到要去跳楼啊！你阿舅阿公阿妈拢会紧张，伊说一步拢无爱叮当，伊阁讲出迄款话，我真正是要把气死！
好啦，来啦。啉一杯洋甘菊茶，消消气。啊，你是安怎安慰恁妈的？安慰到家己嘛在咧哭。我只是做唔甘阮妈，阮爸安尼对待，所以我就讲，后摆我找对象，一定要找一个我会当掌控的查甫。就算讲恁爸无把咱母仔囝囥伫个眼内，也毋过属于咱的。慢一点，小调。无唔对，大小姐，你莫阁为着家己一厢情愿的红包情继续吞忍啊！态度一定要大方的，安尼才能保护你家己。你有心态，卡袂着要伤害你，完全无咧丢度的。我看你真正足唔甘。今仔日你辛苦啊，从今以后，你放心把你过来，我教我好不？母亲，我付出这多年的青春在你的身上，我只要一想到，你把我的真心放在涂骹底，我就感觉我在母家委屈这多年是在创啥。白白安尼让人糟蹋。你放心，我伫个，我绝对袂让你该饮食委屈。你想要安怎做？你想要甲阮爸讲？啊，安尼只会让阮爸搁较生气，搁较针对母家，而且阮妈对我也搁较唔甘啊。这对我伫个母家地位一点仔帮助拢无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有心态做到这么绝，你抓不着这个查甫人的心，你总是要留着属于你该用的资产。你想要安怎做？你唔爱一直看我拢唔讲话，你到底想要安怎做？你就讲啊！高莹，妈想要跟你饮一个下午茶。什么？今仔的下午茶点心拢是你上爱食的，啊，不过我看你煞无食几嘴，是安怎？是不是母家那边又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那是让妈知影信贷，把财产拢信托给十金啊。爸绝对嘛会知影，到时阵就真正拢袂受煞。无啦妈，啊，阮大家官迄边倒一间无咧冤的，过几工就好啊。若是有任何需要，拢让妈知影哦。我甲恁爸绝对袂目睭紧紧看你受委屈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多谢妈。我真是无法度甲你讲，你手妹已经找回来的代志，只好用这款方式甲你分享。妈，厝内底哦有一台这律动椅，就唔免烦恼无时间运动啊，而且可以当放轻松诶，真正是一箭两雕。唔呀吼，听你有落讲呢，我就放心啊。那安尼哦，真要一定嘛真介意。妈。你若是有介意哦，你就买啊。啊，是安怎？敢想到迄个吴金玉啊？因为真有
即马住伫咱家，就是人客啊，咱当然嘛爱好好共照顾啊。我是毋知影爸到底是安怎啊，啊，毋过即个吴金玉甲咱家也无亲无情啊，而且伊甲信贤管哩高高的，妈，敢讲安尼你拢袂要紧哦？迄是吴信贤甲伊高高的，所以恁爸才会家带咱个厝，家保护啊。我甲恁爸拢足欣赏伊个才华，啊，这囡仔足乖。总共一句哦，就是已经有我甲恁爸个缘啦。搁再讲，咱家斗相共，嘛等于是做好代志，敢毋是？这个吴静玉表面上看起来真单纯，竟然这么简单就让我们爸妈都喜欢，敢说他真的像他们说的扮猪吃老虎。